我比一下吧。你就说谁敢跟我抢了，看谁惨！我操！不是我这个弄不了，我这女的这个这里头有图，我万一我一会儿弄着再给我弄个壁垒犯不着的，人家女的露妈妈啥的，没法弄。那怎么怂了？怂了就开后台，敢不敢？就咱就开一下后台，你就说你敢不敢？多了少少，就那个你多也没多个一万两万的。来，你说个数吧，拿手给我比个数吧，我咱俩就比比数，也别看了，你给我就比一个数就行。你多少？我这个实话实说，八瞎死妈的，那个打头的，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是不是四打头？啊，中了是啊，是天佑是四打头的啊。我先瞅一眼，啊，我先瞅一眼，我这是刚才都发，是四千四千，没错，两天挣四千，差不多。我看看我这个啊，我算我应该多些啊，我瞅一眼，你应该是比我多。等一下啊，我弄一下那啥，马上啊，给我两秒钟时间。你应该是比我多，两天挣四千，我看我多些我就知道了。来，我这个数，我这个数，开！你跟我俩装啥玩意儿？不是，我不会算数吗？你周星七万多，你得40%，这你妈就48%了。你看，你跟我俩搁那干，还比划3呢？你比划6得了，你有事儿不出给我找3的主。来，有事儿不出给我走事儿，不说别的，我要是三打头情况下啊，三打头情况下到唐山我一分钱不到，比我多一位数，行，一分钱别给我要，你啊是三打头完了，比我多一位数，我放你爹个屁。你开不开？我咱就问一下，开不开？修哥，你要是同意开的话，你给老弟刷五组1314开那个棒棒糖来。Angelababy， 你刷10组，我俩给这开开来。老铁，你听我说，天佑啊，你这屋那人。